炼金也行吧，炼金。炼金。就这个让六老师我看一眼，也不看一眼吧，看一遍，六老师能给他骂死，我跟你说。你想想吧，那六老师。放毒是不是小伙子？吃药来。晕，锤，往前走，锤，再锤，再锤，跑了，让他跑，没关系。出招吧！我们先出破败，他就是个屁。跳下来锤，晕吃药锤，不打了啊！跳下来锤，他升了，我们不好伤了。我看看凯隐啊，插个眼儿去。锤走了，不要再打了啊！再追。就是错误的了，永远不要去追一个炼金，明白吧？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如果他不让我们杀，这波兵收完回家，想逼我那不可能。好，我们看见凯隐了啊，走，找他去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！虽然牙锁死了，但能打。这人怎么回事呢？这人，你妈！麻烦下班得帮我赶快一下，严阵以待。小心被封。没想到吧，为啥被封啊？我说 你麻烦再帮我下播再赶快一下，咋的了？为啥被封啊？整的我打着炼金我都没有心情了，整的我挺难受的，说实话。哎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恩将仇报，你知道吗？这蓝枪就纯一个恩将仇报啊。不行，不能再打了啊。这谁的传送啊？这牛头怎么传这儿来了呢？啊，这要干啥呀？这
你刘哥带个传送虚弱，六分钟要传我上路来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有些兄弟不用跟他理论什么，你看，不用跟他理论什么。你说你跟一个瞎子、跟一个傻子去理论去，你说你能理论出来啥？他连看他都看不见，对不对？你不用跟他理论，他要能看得见，他自然他就看得见了，他也不会问。他要是看不见，他硬跟你说，那你即使你告诉他也没有用，他还是看不见，他还是个瞎子。不用理论，没什么好理论。而且对，拿了就拿了呗，对不对？无所谓嘛。拿了我也没说啥，我就麻烦帮我下波赶赶一波。咱们各凭本事，好吧？炼金是真是不好杀。还有谁？呀，卡萨顶两个人头啊！亚索可不能送啊！亚索要是送给卡萨丁，可不好办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坏了！我们去中路看一眼啊！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卡萨丁这个英雄，我跟你们说，可不能让他养起来，你知道吗？这必须得把他杀了，上路兵不要了。你可真是个人呐，我发现了。这是想等我开 E 然后钻进我的身体，那不给他这种机会，我们直接 E 都不开，把他秒了。走了，回家了。哎，不回家，这波好像炼金可以杀一下。咱俩各凭本事啊！你也别给我发信号，我也不给你发信号，你也别给我打问号，行不行？俺们都是各凭本事的人。回家了。写你名了，拿你红，这红上面写着蓝枪专属于禁之官呢，啊，写你名了，哎呦我天哪，还拿你的红，怎么就你的了呢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
跟我来倒打一耙，反咬一口，你看这也没有。哎，杀我，你俩可想好了啊。嘿、哎、嘿嘿嘿嘿，回家了。嗯，刘哥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白给这白给这卡萨丁一点钱，哎呀，白给他30块。我刚想夸一夸这亚索，我说这亚索呀，在上路待的还不错。呀，反杀了！哎呦，我可以啊！我刚切上去，我寻思我夸一夸他，你知道吧？我寻思这亚索上路待的不错，跟我们换完路以后啊，这亚索没怎么死，你知道吧？我还把这卡萨丁给他压制住了。刚一切，这亚索快死了。哎，又一切，亚索给反杀了。还有谁？确实不错啊，真不错。我这一看，我拆塔，你好像是有点意见呢。这，哟，这虚区有这么高吗？这波，哎呀，这波的虚区可是有点高啊！这完了，这坏了，这卡萨丁拿了我一个人头，可有点坏了。我这是900的呀，我这可有点贵呀，这。快走！他爹来了，他爸爸来了，快走！严阵一断，好技能！男枪用了5个平 A 把卡萨丁给杀了。哎呦啊，不错呀，这亚索啊，真不错。我来。先吃药。去把那个红打了去啊！这波卡萨丁可能会去上路啊，没有，他去下路还行啊。这干啥呢？这有点上头了呀，这卡萨丁。走，我们去下路来一波的。
我还没怎么去过下路呢，我去一趟。刘头死了吗？刘头，呀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那这波杀不了了，凯隐看见我了就完了。你给我死！哎，哎呀，这咋死的呀？哎，这为啥死啊？我这凯旋没回血吗？并且那卡莎被我打死，没啥伤害呀。刘哥要单挑 ADC 呀、啊，这是，我这一看，他也没有红啊，啊，他 Q 撇出来了是吗？不过已经没用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马上我的死亡之舞一做，蟹手一除，魔抗一来，游戏结束。哎呦！哇哦！有操作的呀，阿索！来，我拿个红。下路杀卡萨丁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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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卡萨丁就一定得一直杀他，这种英雄千万别让他升到16级啊！我们得赶紧拆了这把，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卡萨丁已经13了，距离16级仅仅只差3级了，他会很快很快到达16级。这波我们一打三还真就不害怕。赶紧拆，这把得赶紧拆。兄弟，我要卸磨杀驴了。不能再拆了，走吧。死亡之舞2500，差300。没想到吧，打个石头人吧。他冰杖啊，我们破败没好之前，先正好2500，回家。先不要放技能，不要吃他毒。正好300块，哎，挺好。红还刷了，无所谓了，咱也不是啥记仇的人，你说是不是？无所谓了，我就人就是好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一个非常仁慈、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人。为什么小龙没打掉啊？
不知道 ADC 能不能打得过那个凯隐啊。我一家人还过来了，你给我死，别给我顶进去就行啊，问题不大。赶紧拆啊，没有时间了，快快快快快，记住，有卡萨丁的角儿一定别往后拖啊！他现在还是十三级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十四的时候他十三，我十六的时候他还十三，这卡萨丁不升级的吗？拆，哎，就拆。不是说没赢过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有卡萨丁的角儿一定别往后拖。我被卡萨丁翻盘，说实话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是无数回，一定就能有多快拆多快。